的心跟着希望在动，啪啪啪。我的未来不是梦，哦哦哦，短暂地过每一分钟。我的未来不是梦。两代之间永远是大爱剧场的核心焦点，上一代的艰苦奋斗，下一代的求学婚姻，父母总希望孩子平步青云，这份操心从戏内飙到戏外，他们都是属于美好岁月里的下一代。哇，这么厉害的场地是谁找的？开心啊，很想下去体验一下。真的啊，不然看到别人在飙速度啊。不会啊，很想下去体验一下，可是都没机会。准备。停进那个摄影机前面了，回过头发现他在过弯过得不成功，倒在那边。一、二、三。哦，我去了！帮你们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坏同学乌龟，然后这是今天的猴子。我猴子烧游戏。对，还有一个顺仔，他在睡觉，没有了。顺仔来了。对，我们都没有声音了，已经有沙哑的现象。对，飙车，我觉得因为我们平常住在台北，所以如果能够真的去飙车，我觉得应该会蛮爽的。真的，如果车子好一点也不错。对，如果车子好一点，不要50cc， 穿梭的感觉。车子很烂吗？对，真的是真的。50cc 的啦。如果希望可以再好一点点，听说被淘汰了，而且没有人飙车会一直喊的吧？对，對我们只能靠我们专业的表情来专业来诠释的。有声，有声，有声啊！你完了，我有声，有声，不要乱了，不要乱了，不要乱了！你不要搞惊了，有声啦！先将绑起来，这样太咬了。完了，因为我要拍人家的正面。所以一定要做反的，在骑的当中，哎，骑的当中有对吗？来吧，去拿麻绳来。不是，平常这样绑乳牛绑他的道具，那道具上货车就开始这样绑。这是个保险装置，不是要把你们紧紧的勒在那里。慢一点啊。好。也不能太慢啊，都没有速度。很累，为什么？因为要在那边吼啊什么样的，吼到最后其实都已经没有骑了。我听到你现在都在吼、啊。对，我已经，而且不知道叫什么，对不对？对，吼到最后已经不知道叫什么了。对，就是因为其实能叫的就只有那些词了。所以飙车其实还蛮累的。对，很累。蛮累的，因为这样玩其实也蛮危险的。准备哦，准备哦。有声啊，还有。有山，有山，有山，有山了！啊，我老婆，有山，别闹了！有山，有山。李师兄，你下班有水果回来，辛苦啊哦。没啦，恁较辛苦啦。没啦。永胜，去哪里了？永胜，因为里面有一段我记得是
会出车祸，然后我因为其实我妈妈生完我之后身体就很不好，所以我看到她其实身体不好，我自己也会很难过，所以自从那一次之后，我就很听我爸妈的话。你要从啥甲妈讲就好啊啦。想讲都见囡仔呀。你就是安尼啦，做袂到的代志哦，当然要做。好啊啦，妈甲希望恁家的囡仔用个平安无代志，莫甲我惹麻烦就好啊。妈，我甲你保证啦，我以后绝对袂阁做遮尼危险的代志啊。爸爸妈妈真的很伟大，对，妈妈我爱你，你有看吗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。其实有时候我们大概五点多就要起床，然后可能拍到晚上六七点，然后回家隔天五六点。其实工作人员都非常辛苦，因为对他们有时候比我们早到，就为了等我们，或者是帮我们弄完妆啊，或者什么的，非常辛苦。而且我觉得这场戏让我觉得很开心的地方是，大家的感情都很好，不管是剧组工人还是我们艺人之间，就是演员之间，因为就好像真的是一家人一样，然后演起那种感情戏、家庭戏、哭戏都很自然。好像时间久了你会发觉我们在找剧本中的每一个角色，那其实剧中的角色也在找我们，找一个共鸣。OK， 好了，我们要换位置了。换到隔壁，就是昨天美月那一天。以前男女主角都很会演，是彭飞跟小金姐，他们都很厉害。妈妈有一场就是要妈庆生，最后是庆生。妈，生日快乐！导演会要求说他在哪一段你才能哭，或者是在什么时候你才能掉泪。好残忍，永生。妈知影，你唔敢我离开。就是你会觉得生活中的感觉跟在镜头里面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对，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很佩服的地方。我因为我有一个镜头是我要跟妈妈道别的。对，因为我就我有时候在一开始都很有感觉，可是如果镜头不是拍我。再让自己，我觉得我自己就像一个炉锅一样，要再生柴火。对，我就觉得挺难熬，但是小金姐非常棒，每次都很准确。对，跟这样的演员对戏，我觉得很幸福，就是给好多。吹蜡烛，他水里哦。接下来就是去花莲去度假了，就因为我们已经拍了快两个月，只能抱着度假的心情离开台北了。我是谁？林永生。哎，既然选择了要航海，就要为此而战。又是鲁夫告诉你的？我们啊，是注定要起航行西海的伙伴。有莫带有莫带呼咕那个那个的。你唱完了没啊？只要我们两个同心啊，是没有什么困难不能解决的。因为他们其实是这四场婚礼的最后一场，就是最后一组那个恋爱的人，所以那个年代跟我们也接近。然后当他们在青春年少的时候，喜欢航海王鲁夫，所以那个在他们的演出上面就会比较抓得近代一点点。然后实际就是大爱剧场，其实它是一档戏。年代的跨度很高嘛，所以说它正常来讲，它是几个不同类型的综合体，会从那个乡土戏啊、文艺爱情片，一直到现在这一种类似青春校园喜剧这样的类型。所以在演出上，我倒觉得就是并没有太强烈的希望他们演成什么样子，我们只是希望呈现一个比较写实，然后轻松一点点的校园喜剧氛围。好，你可以笑啊，什么东西啊？对，你就觉得很好笑，反正。只要男生可以让女生笑，事情都很简单，我是这么觉得的。因为其实导演会给我们很多的机会去慢慢的 try， 然后如果我们第一次表现的可能没有那么准，或者不是他要的，或者可以更好，他就会再跟我们讲解，比较有信心，有那个，这怎么讲？
比较戏的内容会比较丰富一点。对，但导演，我觉得导演很有耐心是，他其实是很温柔的，就是给演员很多的时间跟空间。第一档戏如果能够遇到这么温柔的导演，就是很开心哎。对我来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哇哇，第一档，我怎么何其荣幸！所以我处女座献给他了，但是我好害羞。对啊，其实真的是很幸运的。对。你在最后一句话应该是拉他的手，那是花莲也是有好女婿。三八一整塔里面的，因为从第一场开始赶下来。什么东西？花莲如何去就着他们现在的个性来去调整演出方式？那我是希望他能够带着他自己的特质来演出会比较好。但是那个实际上，他们毕竟是那个一个分身了，就我觉得他们的演出以把自己的个性特质放进去会比较有利。看 ，OK， 换边。导演可能把我塑造的比较乐观，孩子气，对孩子气，对。然后我觉得跟我自己本身的地方是蛮相近的。我觉得演出的时候，我应该就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好喜欢拍戏。爸，我哪有炒面那都是很简单的。哦，嘉瑞，你吃了，刚，咱吼去送饭去好，行。演员朋友，会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？目前在表演上，就是如果你不会讲台语，现在吃亏嘛，那个能够接的戏多，大幅度的受限制嘛，现在一定是这个样子啊。累积自己对戏剧深度的看法，这除了就是兴趣以外，也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。像谢俊慧啊，其实就是演永秀，他们都不算是新进演员，他们都是很干练的舞台剧演员。没有啦，今天的主角都是那一个永秀，因为他出差回来，然后回到卧房休息的时候，闻到好像有其他女生的味道，这个完全要靠演员的演技喽。就丢是吗？最后那个演出的时候朝着我们一点。偏执的画面啊，偏执的画面。其实舞台剧表演跟影像表演还是有很大的差别，因为舞台剧它可能是两个小时的戏，你这两个小时就当好好的当那个人，然后从没零累积到有这样子，然后它那个过程是循序渐进的。可是影像表演，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因为你可能就是54321一来，你就立刻零要开到100。对，然后我其实刚毕业的时候，就刚开始工作接触影像的时候，其实有一点点不适应，因为那工作的方式比较不一样。我林永秀，我要找阿星。阿星，房间内底喷水味是为倒来？什么我你又别乱想，房水就不是我的啊！你最好是给我较老实的哦，你是娶别的查某回来？你敢要收超过啊？你是有胆子不敢承认啊？永秀啊，你是怎啦？无啦，我就是看唔到电话。永秀啊，你的声音来听起来怪怪啊。我拄仔出差回来，我伤忝啊啦，可能有一点感冒。妈，我即摆咧放水，我洗身躯啊。莫讲啊，吼。再激动一点， okay, 还需要再激动一点吗？永秀再问。因为这两天大部分都是情绪很重很重的戏，然后我是一个不太能够用
技巧就哭出来的演员，我真的需要就是整个把自己掏出来，所以我常常会前一天或是我拍摄当天，我的心情就会比较低气压一点点，因为我必须要一直 hold 住那个情绪，要不然我就会很担心，就是可能有几次的镜头那个情绪没有完全的出来。要问里面那个是吗？没有啦，我还讲要你当专业抓猴子。那时候大家工作人员在调侃啊什么的，会不会就是会影响你的？以前会很严重的影响我。我想为什么我在培养情绪，你们都在聊天？但这都是就是一直都在工作当中，一直不断在学习，对啊。所以现在这气氛还是非常轻松的，到目前为止。我来顺啊。2.9夜，将近快3夜子的吵架戏嘛。屁吧吧。本集算是还蛮咸重口味的一场，一生的悬念，就是永秀的婚姻这样。就是永秀讲话，他就是小钢炮嘛，就是他气那个情绪一来的时候，平常是就是慢慢的讲，但他情绪一来的时候就会哇，就是连珠炮一直说。所以我刚才就是把词再理顺一点点，就希望可以有那个速度感这样。你敢有替囡仔加收挂？无囡仔卖生啊！你听伊讲这什么话啊？你自细汉到即摆拢是同款啊！人来你苦劝哦，你敢听会入去？我甲你代志，我甲你负责啦。负责？你话咩讲遐尔早啦？即摆若毋是我甲你妈来管你哦，你是要倒去倒？不要紧，我明仔来找。我无要跟我客气。等下，拢什么时阵啊？你搁在遐使性地？我要倒去大家找工课啦。你看，你真正毋知好歹，我哪会生出你这款查某囝啊？英居就是真正的英居爸爸，他在往生之前，他其实最在意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唯一人生的遗憾就是永秀的婚姻，因为他一直觉得放不下，他觉得如果你当初告诉我，我可以帮你把你的男人要回来，就是我绝对，因为我希望你是幸福的，然后你想要不爱高长雄，因为我也当替你改管，他就是一生就到他死前，他都还是很介意这件事情，然后我真的听到这个，我就觉得哇，就是。其实很多戏后面的东西都是跟这个东西有关的，就是我觉得永秀也是慢慢在发现爸爸对他的爱吧。无要无紧，这不是办公会啊，话离就离哦。那你以后嫁到要安怎？你不懂来囡仔要安怎？其实林一居这个人跟永秀个性很像，那从小时候他们两个就常常会斗嘴，会有点争执，然后到大的话就是离婚这件事情是让林一居最生气的，而且最不能谅解。对，所以他就一直想要那个说服他们两个能再和好，可是永秀不答应啊，他觉得已经破镜难重圆。新生代人家资历可是比我老哎，真的吗？人家可是剧场出身的，好不好？我看世鹏哥的戏长大的，对啊，他们都很活泼啊，非常的活泼，可是他们都说我比他们活泼，真奇怪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来，我们往下一站了。如果呢想再了解社福事，就可以来找林师兄。好，不用客气。好，你跟我走。好，有什么问题，大家来问我哈。我是3号林一居。到，算。一开始我感受到他们来这边拍戏哦，可能有点紧张，所以为了让他们不要那么紧张，能开心一点，能自然一点，我只好拉下脸，然后。破出了我这张老脸，然后还跟他们开玩笑啊，让他们觉得可以轻松自在一点。对啊，这样大家，哎呀，反正工作拍戏就已经那么累了，在现场为什么还要这么拼呢？对不对？你讲话嘛，我美月师姐哦，伊手头工费是毋是伤多啊？啊，根本就是包山包海做啊。你到最后你已经比较能掌握到那个角色的个性，那拍了一个多月之后我们就找到一个方向，然后所以演到现在我觉得我可以很容易就抓到林一居那角色的个性，后来发现林一居其实就是在演我自己，他年轻的时候啦，对啊，嘴别刁啊，我也是嘴别刁啊，对啊，就喜欢到处跑来跑去啊，这个真的是英居师兄的字哦，对，快其他老师应该没有写字写这么多哈，我觉得我现在好像被老师罚写课文一样。哈
来哟，你要一字不漏哦。对啊，近似于来定了一句话讲，聪明的人，得失心重，有智慧的人，勇于舍得。觉得虽然他话很简单，可是我觉得很有意义。我觉得这一次让荣幸见大爱台的戏，那我这一次演的感觉真的跟以往接的戏完全不一样，因为我真真实实的过完一个人生，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真的让我非常难忘。英居师兄，加油，加油！我怎样？就是最后一场。每月走了之后，然后我想念他的时候，就再过来社服室看到他的座位，然后依然插着那一朵花，就是我之前在情人节送他的那朵花。这一喜一则以忧啊，失业了，失业了，喜也是好好可以好好的休息，不用每天都那么早起床。我从十一月多开始拍，现在五月了。真的要离开我们了，爸爸挺累的。不过其实我更加坚强，若不是因为有恁吼，我早就自杀了。囡仔，唔通熬白想。其实他们也真的都很努力啦，但是就是经验还是要累积。但是我真的觉得他们不错了。那可能我有年纪了，所以我大概还可以揣摩得到。那因为他们还没有经过这个人生的过程，所以他们要去抓一些感觉会比较抓不太到。对啊，所以还是有差。我先给结婚啊，有结啊，我给你让你们来收拾。今晚是你。李林爸选的囡仔。好，看 ，OK。我们谢谢陈小青、谢金惠、于杰在美好岁月的演出，谢谢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们下去。杀青啦！居然不能美美的杀青啊！居然是很好笑的杀青。而且我们知道，其实现在你身体非常不舒服。对。我撑住了，我是超人，我真的是超人。真的是。生病，所以根本不用演嘛，因为就是生病嘛。对，对啊。那我们很有幸，最后有陈小青帮我们完成这个梅月师姐的演出，她相当称职，而且把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平淡的场景演得闪闪发光。是我吗？没有，我觉得是因为他们真的给我一个非常好的环境。去饰演这个角色，气氛氛围都给我了，所以我很自然而然的就可以演得出来。拜拜。青春盛夏，正要一天天的灿烂，不是不想长大，是拍戏感觉太棒。但是再美好的岁月，也有落幕的一天。美好岁月，杀青快乐。